我们这边就过来走，快走！骗你一个字了，你还说我是狐狸，你才是狐狸祖宗。不是，我就是你祖宗。你祖宗？你的狐狸祖宗不能在这久着了，我得去宫里救驾。我等你回来。经理，看护好院子，保护好我大娘子周全。是，爹放心吧。照顾好他。赵元花回禀，说是一切都看贵妃的意思办，她一个老寡妇，没有不依的。好，好啊！啊，娘娘这是要把天下交由您掌管啊，这是好事啊！不好了，大人，大人，怎么了？顾琴也杀进来了。谁？顾琴也还魂了。
陛下，父皇，拿下！你们，你是先皇的心腹，本指望你对朕如对先皇一般，你让朕失望了。你不是先皇，先皇可怜啊，为什么竟亲身骨血来继承江山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该死在黄沙堆里了吗？你想得倒美。太后说，朕无德无能，应该废而再立。再立的就是你的儿子赵勇。勇儿也是陛下的儿子。这些话，太后可对你说过一个字吗？他说过，他说陛下你背信弃义，违背先皇。既然说是太后教唆，那咱们就去问问太后。倘若她没说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抄家灭门之罪了。太后说过，太后说过。他确实说过，他说过，臣妾不敢撒谎。太后，他真的说过呀。娘娘，你家家务事我也不便多管。我家园子换了好多地方，我要回去料理。去。把我的醉仙人拿来，快去！娘娘，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，也还有一线生机啊。况且现在还没有到最后那一刻呀。手掌天下权，无非兵和钱，这两样我都没。我只蠢的以为，把皇帝身边的亲信和武将支出去，再笼络些先帝的老人和刘贵妃的姐夫，充为禁军，便可以放手一搏。如今中了人家的圈套，人家早就把什么都布置好了，哪里还有什么一线生机？娘娘身为太后，自然有废立大权，皇帝他不敢伤害娘娘。你没有给我准备醉仙人吗？娘娘算无一策，怎能用得上醉仙人？我知道你心里疼我，可是没了这么好的毒药，我恐怕不能得以全尸了。大娘娘错了。大娘娘就这么恨陛下？非要陛下去死？是。他只有过继给了先帝，才得以继承皇位。可他登基之后，便称他的亲父为皇考，卑劣无耻。我问你，天下岂有一子双父的？你把先帝置于何位？先帝性情仁厚，
维持天下太平30余载。你刚登基，便违背先帝之意，厉兵秣，试图挑衅边疆。我与先帝结发50余年，先帝刚咽气不到1年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的局面砸得稀巴烂，难道我不可以恨他？所以大娘娘你要废了我。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从未听过，不过奴婢倒是跟刘贵妃说过小心脚下。这么说，想废帝的是你的刘贵妃呀？前边关并无战事，什么？大娘娘看到的不过是一盘局，你那些人在朕的身边，却事事都与大娘娘说，大娘娘又怎么都不肯退位，最后连玉玺也一并把持，朕做朝堂3岁小儿，大志难酬。从一开始，最开始，顾侯故作跋扈，你也故作猜忌。顾侯少年困顿，却能够力竭而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似粗放，实则是最谨慎之人。只有桓王这么有志气的好孩子，朕实在是最满意的。你让李内监和刘贵妃在中间假传消息，混淆视听，你让我认为皇帝猜忌长子和强将，自然你也没有头风症。那是为了让刘贵妃和大娘娘觉得朕天命不永，桓王即将继位，得赶快行动。朝廷现在事情多如牛毛，朕实在没有心思把这出戏再唱个7、8年了。猎物已经到了陷阱边，只需再推一把就落网了。所以边疆也并没有烽火狼烟。朕把精锐调出，让顾侯和沈将军带着他们埋伏在郊外，为了蒙蔽大娘娘的耳目，英国公一众倒是真的去了边疆。在边疆驻扎后，等大娘娘的耳目发出最后一封信，就被全部拿下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不是帝王之才，可今天你竟然谋略得如此缜密，真是让我佩服啊。朕织了一张网，可若大娘娘没有撞上来，这把戏终归是无用的。只不过大娘娘终究还是撞了上来，朕觉得很伤心。皇帝全局得胜，
何必还惺惺作态？或是鸩酒，或是白绫，选一样吧。大娘娘，你我偌大年纪再做母子，必然不会像亲生母子一般。大娘娘不放心朕，朕也不放心大娘娘。我们两个如同在黑夜里相互摸索，相互猜忌。朕和大娘娘都做错了事，如此说来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再写一份罪己诏才好。陛下，只是希望大娘娘能悟到宫外别居。不是为了和大娘娘争夺，实在是因为孩子们早有成算，为了祖宗基业，天下江山呢。你身穿披甲闯宫，是想来杀我的吗？祖母，如今朝廷兴盛，户部充裕，全是先帝励精图治30余年的功绩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用护士前置边疆。但人无千日，花无百日红。如果朝廷一旦出现了衰绩，那边疆即刻就会来攻。如果此时燕云16州还在他人之手，那我朝的江山将会任人宰割。所以孙儿想趁现在的大好时机收回失地，重塑边疆屏障，让我朝有养马之地，可守之朝。看见他，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老。是该出城养老的时候了。小心，那上面的水缸都加水了吗？加了，加了。这外面的动静怎么越来越小了？想是那娘娘稳住了局面，这动静自然就不会大了。刚才到隔壁去抓官权做人质那个队伍也没了回影，那必是捉拿了隔壁那小庶女回宫复命去了。又不是捉拿咱们的人，人家怎么可能来给咱们回音呢？是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三哥，二哥，他没死，他没死。什么？方才我出去救火，听人说看见他和沈国舅入大内救火评判去了。他娘死了，这边关没有办了，他们没有走远。对啊，这边关根本就没有叛乱。母亲，太夫人。
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大娘子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！分不成姑姑舅，你娘老子为你图谋一生，但你自己是个立不起来的。大白天，怎么下贱的门户，生出郭灵业这样的儿子？ 东周高门显贵啊，生出你！不是母亲，你可是我儿子，我把毕生的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呀，儿啊！夫人，你听母亲。 我也说二哥好来着，又不是我让你和二哥哥作对了。再者说，我也没让你替我图谋什么呀。母亲，少说一句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烂泥给我捆了！母亲，你还真要打我呀？来人呐，捆了！母亲，使不得呀，太夫人。母亲，我给他。 该他扔到这个井里，对，你给我反省，好好的反省你的愚蠢，太夫人。母亲，来人呐，滚！哎呀，使不得！母亲，你疯了！你推我下井，你就杀了我吧，母亲！给我让下去！你们敢？那虽是个枯井，可有那么高，会摔坏了三哥的。他是顾家的人。 摔不摔得坏，你我有何干？母亲，母亲，向妈妈，向妈妈！大娘子，他姓顾，可三哥是你亲生的呀，大娘子！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三哥，三哥！ 这个枯井，一只懒得封。这石头奴婢也推不动啊！石头，哎，哎，三哥，二哥哥，你救我上去！三哥，二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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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让你反省，你为什么自个儿出来？顾廷烨，大娘子，你还活着？你才该到南池门子去成亲。这侯府就是你家的国府。我爹爹这个多善良的人。二哥哥让我明日就西去，为了私仇娶了白家的姑娘，还跟他生儿育女，把他抛出老母，为了白家，毁了我姐姐，又掌毁了我。我明日就西去，你出来吧，母亲。在这大宅子里欠了一辈子的心，就像是阴沟里的一条鱼，没有一日活得像自己。婆婆，我们的小鬼快出来啊！大哥，大哥，都不如狗栏瓦射来的痛快。姑娘，这一刻我要活回我自己。求征集又不样格，风虽自少，凶虽多，田家辛苦可奈何呀。陛下来了。哎呀，伸手。哎，看看，哎，陛下，您想是恩赐臣这么小一把就把臣打发，您未免太小气了。哎，你这胡夫人也太刁蛮了啊。这能让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饭，是天下最大的宝贝。是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啊，宝贝。小勇儿，来，奶奶给你玩这个，快来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来，上奶奶这儿来，快给你。哦，那个，别动那个，快过来。娘娘，
官家给您送来了新麦子。哦，到了收麦子的季节了。是啊，该是麦子的季节了。娘娘，陛下问奴婢，娘娘最近身体可好？问娘娘是吃饭是多是少？听说娘娘想吃雪花酪，特意备了不少。奴婢已经让后厨去做了。他也倒是真用心了。嗯，甜。哦，今年的麦子比去年的大，也比去年的甜。一年更比一年好，该顺应天命。娘娘万安。永儿，来，快来找奶奶来，上这儿玩来，把它扔过来。你很好。我不好，我一点都不好。我从小家里人就希望我能取得功名，我的父亲母亲都十分的疼爱我，为我殚心竭智，所以我虽然很羡慕二叔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把全家都活出去。官人不想说就不要说了。谢谢，谢谢你相信我，相信我没有邪念。我相信官人是个至诚之人，那些胡说几句就能骗过去，装作没事的事儿，官人怎么走过？这是怎么了？我那天去救火，在火光之中看到二叔还有六妹妹十分的恩爱，我忽然就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二叔为何说不会别有天地，你就是那个天地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把之前对不起你的都给你补上。官人错了，你没有对不起。咱们不管京城的是是非非，好好过日子去。那这么说，这件事从头到尾你全知道？怎么能全让我知道？一从头就是瞒着我的。只不过到后来，我在登闻谷那里跪晕了，皇后娘娘担心我真的是产后伤心过度，就把我接到宫里说了实话。你若希望你家郎君加官进爵，就必须让他陪陛下
做完这个局。局？顾侯不是经常在外面或家里说一些狂妄跋扈之言吗？我们在宫里可是每一个子都听见了。殿下，我夫君是个行伍粗陋之人，平日骑马射箭的说的那些话都是疏蠢粗陋的话，娘娘可万万不要当真呀。你夫君是差点高中贾宝之人，战场之上心细如发，怎么会粗蠢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先跟陛下在宫里商量好的。小秦氏把康王氏送到府里来杀我，又撺掇王老太太去求入太后，想剪除陛下的左膀右臂。陛下正好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哦，那你在御街上说的那些狂悖之言，什么飞鸟尽呐？就这些，全是做戏啊！我若是不悲不痛，不让全汴京的人都知道我伤心疯了，那小秦氏和大娘娘怎么会相信我们家侯爷真的是没有指望了？顾侯这个家伙呀，实在是太不像话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连枕边人都不说。累得你是刚出了月子啊，就这么声嘶力竭的累一场，这日后要是落下什么病来啊，全怪他这个混账羔子。他也跟我赔了好久的罪呢。不过，朝廷之事既是天下事，他瞒着我，我也是能明白他。哎呀，哎呀，哼，也好啊。日后啊，也都是好日子了。父亲放心，这一劫过了以后，咱们一家人就能平平安安。等大娘子从岳阳老家接回来，咱们一家就团圆了。哈哈，哎，哈哈，妈，要不要小糖葫芦？这个要不？小糖葫芦要不要？先把这匾抬高点，对，抬高。四姑娘，大娘子知道四姑娘来了，特叫奴婢来迎。没想到你家大娘子还能给我发拜帖呢。姑娘是娘家人，自然是要来的。里面请。大娘子，四姑娘来了，快吃饭了。哎，这正了吗？正了，正了。啊，好，你看看里边紧没紧呀？哎，哎，左边有点翘起来。对对对，慢点。哎，大娘子，别砸着你，怎么样？大娘子，四姑娘来了。四姐姐来了，落晚了，张敖宇可就没有了。是啊，我就闻到饭菜香了。好好好，四丫头也来了。祖母安好。哈，是否也听说祖母今日亲自下厨？也要来尝尝祖母的手艺。席面摆在花厅了，诸位
请去御花厅用饭吧。好。哎，谭哥。祖母，我扶您过去。哎呦，祖母，这个团哥，哎呦呦，小团哥，慢点儿啊，杨总，慢点，你慢点儿。我说呀，你就把小涛放回去，让他好好休养休养，要不然这石头每天小心翼翼的。跟丢了魂似的，进来，慢点，我收拾你。你看，你看看，门洞都不知道走哪个。侯爷可别再让我养了，我在家里都快闲得生花了。我呢，就想跟大娘子说说笑笑过日子。快去吃饭，哎。好。也不是每个人都留你的情。让大娘子领我请就行了。这小公爷人还没回来，西南茶会的奏章啊，便已经回来了。近些天韩大相公一直在四处找人问细策，父亲怎么看？你就歇一日，朝廷不会有事的。就是，你被韩大相公盘问的还不够？嗨，何止呢？这韩大相公今日喊我过去，亲自问了我养马的事儿。你哥哥没再去那马场？咱们的六妹夫把官家禁止闲人入内的牌子都给搬出来了，他哥哥还敢去？哎，祠堂之上如此喧哗，实为不敬。是呀，这就是日子。我最喜欢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。最好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。娘子放心，官人我抱着剑守在外头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让你平平淡淡的吃一顿饭。行了，吃饭。哎，娘子。嗯。小心台阶。